几号花的事儿？鼻子挺的叫，站不还站不起来了，嗯，劲儿不够，跳不起来。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手眼协调还不是很好，嗯，看到抓不到。小男猫好像就因是不是因为小男猫就是比较。啥也不怕，有这一说吗？有可能，小男猫的确吃的里面。好，咱们就俩小男猫分分了它。嗯，我之前见到小男猫也是性格就是迟钝一点，小母猫就敏感一点。嗯，到哪也怕。小男猫好就好在它做绝育手术简单。绝育手术就软了，就整个随便抱的那种性格。前做绝育手术两个前不一样吗？一样吗？也差不多，但是是活泼一点，然后没那么怕人。你让它能够着。